那我们欢迎常喜乐诗歌合唱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老师，那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带来的诗歌，大家都还喜欢吗？都有，有些人有听过吗？有。哦，太好了，刚刚有跟着我们一起唱吗？有。竟然反应这么迅速，太聪明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《唱一首天上的歌》。那这一首歌呢，我们非常幸运的，我们得到了我们团员的朋友的指导，他教我们怎么做手语，于是呢，大家把它发展成一首手语歌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要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演唱，动作俱佳，哎，真的是这样，等一下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，但我们有努力练习了哈。那我们表现给大家看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排个队形，请大家稍待一会儿，谢谢。请将谱放下来。
们今天呢为大家所准备带来的一连串的诗歌的表演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安可，真的哈、哦，我没有听清楚呢，他刚说什么？这样就对了，是不是？不然我准备半天。好，当然是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1000首歌等着要唱。但今天哈、哦，因为不耽误大家时间，我们只唱一首。我们下一次哈、哦，常医师什么时候开会？1个礼拜以后，我们再唱。不是，3个月以后。希望他常常把大家叫来，因为我们好喜欢大家，对不对？这样齐聚一堂一起唱诗歌的感觉好不好呢？好。好，那也没有要大家要唱得多厉害哦。那我们非常欢迎，有兴趣的话请跟常医师说，或是请跟我们团长说，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带来今天的 encore 曲，那也是一首很有意义的诗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会唱的麻烦就跟着我们一起唱，可以大声唱都没有关系。我们接下来带来的是《这一生最美的祝福》，谢谢。那我们全体团员在这边一起跟大家鞠个躬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热烈的掌声。